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07集，今天给大家分享 New Age 所推出的卡戴大作战通信部指挥官，也就是致敬到了变形金刚 G1 世界里头的红色录音机。那承袭以往 New Age 的玩具风格，整体的涂装啊、做工部分是绝对上乘的小比例玩具，整个质感的话呢，非常的有卖相，身上所有的倒角处理也都非常非常的棒，把玩的时候呢，没有任何手部疼痛的问题，然后关节的紧实度呢，也达到了非常高水准的表现。那它所附带的配件呢，有一把这个是算是狙击步枪，因为它上面有一个瞄准镜。那其他的替换部件的话呢，有一个张开的手型可以往上翻折，那另外则是一个向前指的一个指头的一个形状。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一对的扩音喇叭啊，都是旋转手臂的拳头呢，把它转下来直接组合上去就可以了。另外附带的磁带战士一共有两位，其中一个是机器人的形态，还附带了一对黄金色的双枪给他。那涂装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好的啊。那可动的话呢，可以看到它的头部还可以往上看，那因为是一个球形关节，所以左右转动没有问题了。手臂的平举360度的转动，还有手肘的部分呢啊，这个因为是球关，所以表现是非常好的。那腰身的话，由于变形的需要，也可以转动脚前后踢、侧踢，膝盖也可以弯。那脚踝的话呢啊，接地的话是没有，但是它的脚尖变形的需要是可以再反折一下的。另外一个磁带部队则是一头犀牛，犀牛的头部呢可以上下搓动，那脚的话呢，四根脚都有根部可以独立的关节，尾巴也可以往上下看啊。从一些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犀牛是除了稍显薄一点之外，也算是做得相当活灵活现了。两个磁带战士呢放在本体收音机的旁边，大小比例呢应该还是蛮正确的。不过它的说明书里头呢却还有另外一头狮子的一个磁带战士，但实际产品的话呢啊却是没有附带的，所以它就是只有两个。那录音机的本体可动我们也来给各位做个展示，头部的话可以往上看，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手臂的平举啊360度的转动，以及它的肩膀的话呢，由于变形的需要呢，它可以往下面再搓下来一些些。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觉得平常并没有必要把它放下来，变形的时候再来做一个使用就可以了。手肘的话呢，可以弯超过于90度，拳头本身可以替换，因此就能够转动了。那么它的一个腰部的话呢，有一个往下面折下来达到90度的一个画面。那如果说呢，你把这个头的话呢再放上来，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呈现非常诡异的一个造型。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发现到它的身体的话呢，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方啊。那么胸口是可以放磁带的，但是呢，它没有一个自动弹射的一个功能，必须用手动去打开。那里头的话呢，只能够刚好放入一枚的磁带。那这些按钮的部分呢，全部都是装饰而已，按下去呢是没有任何反应的。脚的话呢，呈现的话还是比较细腻的。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弧度，前后踢没有问题。那附带一体，它的屁股后面这个地方，它这里的话呢，在人形状态下，这一片部件把它给打开的时候呢，是这里有一块凸，人形的时候呢，是这一块凸呢必须把它给扣上。那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它的这个屁股这一块跟身体就会分开来。那我是觉得它应该是故意把它弄出一个切出来一个角度，这样子的话呢，好像在转腰的时候呢，是不是磨损会比较小啊？因为它是这一道缝啊，是因为这个卡扣扣上去特别去造出来的。那么它的一个大腿的这个地方，它其实有一个隐藏的一个部件要翻转。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你翻不翻的话呢，基本上是完全不影响它的变形的了啊。所以说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并没有发现这里是需要翻过去。所以这一集影片里面，你会看到有很多我的收录音机的形态，这个地方我是没有翻过去的。但是因为它完全不影响变形了啊，所以就是给各位提一下啊。那脚的话呢，啊，也有一个外摆内收，膝盖也可以弯90度。脚踝的话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接地的表现啊。整个腿部的细节，扩音喇叭的部分，还有一个按钮的刻画啊，甚至啊，整个机器人的一个完成度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啊。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磁带战士的变形过程。首先，它的肩膀的话呢，往下搓一些些，然后把手臂转上来到这里，像是把这个手的话呢，给放到脸的侧边一样啊，像是一个啊装可爱一样的动作。
然后呢腰部这个地方往后面推，推过去之后的话呢，这里有个凸，扣筋后面有个洞，这样子把它给扣进去。然后的话呢腿部的话呢转到，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手部这里有个洞，那我们要把这个凸扣进那个洞，那就是呢转成这个方向啊，到这边转下来啊，我刚比错凸了、啊、这里把它给扣进去，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这边这里把它给扣进去，在这里哦，这里注意，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啊，所以它完全是可以推过来的。好，两侧把它给摁进去，最后就是把这个斜肩推一个角度，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完成了其中一款磁带战士的一个变形了。犀牛这一款的变形呢更加的简单，把头给往后推，尾巴给收进去，然后呢这个地方金色这个部分呢，它是一个双动关节，这样子把它往上搓上来到这里就行了，然后呢两腿收进去啊，它的脚前后脚一起把它给塞到底盘，那如此一来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过程。来，我们进行到这个机器人呢，把它变形成一个录音机的一个过程啊。为了怕忘记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推进去，这里你看两侧做一个替换啊，由上面红色的部分把它给摁下去，把它变形成一个收音机的一个状态。还有大腿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凸，必须把它给抠出来。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非常的你要弄单纯弄指甲的话我觉得很困难，我们还是借助一点工具啊，把它给翻出来到这边。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的话呢给收到这个拳头里头，手收到小臂里头啊，那这里的话呢就对准一下把它给扣进去啊，两手都是一样的啊，这边把它给打开。这款录音机的变形呢真的是蛮直觉的啊，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把它转到这个方向，转到外侧，就是它的一个，你看它这个地方比别人多了一个关节，转上来之后转到侧边，然后呢这个肩膀这里有一个往下搓的关节，记得把它给放下来。那我们把后面的这个地方打开，头部呢先给放进去，以及呢这个地方是要把它给解锁解开来的，到这里这一片把它给扣回去，然后呢我们的屁帘这一块把它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里面有一块凸，这块凸这个时候把它给压平，压平之后的话呢这一片部件把它弄上来，那块凸收进去之后呢这里就没有结合，这里没有结合的话呢这里就可以推到底。好，推到底了啊，到这边，然后呢上方这块部件下来跟这个凸跟凹这里做一个结合。好，那这个就是身体除了腿以外的地方通通都变形完了。那腿的话呢这个变形的话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啊，因为是你看得到全部都把它给打开，看得到全部都把它给打开。好，我们先把这一侧变形完，各位看了一下应该就能明白了。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这里它的这个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拉出来 OK， 然后呢其他地方你能看到的全部都打开，这个已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解释，就是全部你看得到全部都打开，然后转到侧边的这个情况下把它给包覆过来到这里，然后呢这里这一片部件说是要放进去，这样子摁下去，然后呢这个部件这边这样推过来，推过来这边，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在这个地方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好，这里扣上去，然后前方这个地方就直接摁下来，这里有一个凸跟它的结合，这个大腿的这个凸一定要翻出来，不然这个地方没得扣。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是这一片部件啊，有时候我们内外会忘记做一个翻折。那么这一侧这个地方一样的把它给扣上，那前后的话呢都扣好之后，最后就剩这里，它这里是一个上下倒钩了啊，这样子把它给往上面稍微你要提一下，好，这样卡进去。我们来看到它的录音机的一个状态啊，它的武器那些东西的一样是不能够跟载具产生互动，很多 NA 的玩具几乎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它的一个外观来说分隔的一个状况呢还是有的啊，但是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了啊。那提在手上这个一体性绝对是非常好的，后面的话呢塑胶的部分呢有一些分色不一样，有的是金属肤色啊，有的是一个塑胶的圆形色。那么它的磁带的话呢从这个地方一样啊是不能够自动弹射把它给打开，那刚才这个磁带部队的话呢我们一样
可以把它给放进去。比较可惜的呢啊，就是它还是只能够放一个。那么另外一个磁带大小比例呢就是如此这般了啊。那两侧的这个扩音喇叭还有上面的按钮，这个呢现在的小朋友，现在年轻人可能对这种录音机啊什么的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了啊，但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都是上个世纪的一种是流行文化的一种产物了啊。我想当年的变形金刚的话呢，如此设计这一类的一个载具的话呢，应该也是我想要拉拢当时的这种年轻啊，这种有活力的年轻朋友喜欢变形金刚的。那整体来说呢，这一次我最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变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腿部翻折翻折翻折出来啊，就可以达成一个非常简单快速的一个变形。那涂装啊、可动啊、关节的紧实度来讲啊，都是妥妥的 NA 一贯的优秀演出。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